话会比较好啊，或怎么样会，怎么样的环境可以学习？孩子为了追求他的梦想，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在同学的立场里面，我一直觉得对他的帮助啊极为有限，但是班级的成就很不容易。我也祝福芙蓉花卉十年以后能够坚持到十年啊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我也希望这样子的路继续走下去。朋友梅玉蓝凤走过人生中非常特别，之后娇英姐对于这块土地的付出，前两天这个今天土地变得更美丽，也希望我们的芙蓉海能够长长久久为马祖这块土地持续的耕耘，谢谢。扩散出去，那我们今年是密集的啊，除了芙蓉海花卉有这个活动之外，其实还有马祖艺文协会啊，还有我们清溪新闻艺语学会啊，这个有几个都跟绘画有关系的啊，通通是有串的，所以我们会变成说很蓬勃。马祖的很多的细节我慢慢去就是要抽丝剥茧，哪个细节什么要怎么做，要怎么布置。那因为我们是芙蓉海，我希望整个是我希望是最优质的一个开幕典礼。好，那六个有时候两个，然后我的电话是爆量，很可怕，因为我就一个打电话，杨妈妈对我一打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祝我们芙蓉海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